然后这个它是用它自带的 app， 所以说其实和你的颜色就没有任何的关系。然后可以快速的切换横屏、竖屏，然后放大可以到6倍，然后缩小。但它放大缩小这个，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的顺滑，而且它速度有点过于快。而且它的自动跟随我觉得挺好的，就比如说我们选中分吧，可以开始自动跟随。但是它很容易就是没法自动跟随，失去它的那个胶。就比如重新框住，也可能是因为这是个狗的原因。那看这个时候，它就会入到这个栏杆，它就不会就又失去了分把。它这个上下左右其实还挺好的，但是可能是因为我还没有习惯，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想往左，但它却往右了那种情况。那个锅盖，就贴上锅盖。好，你走。这么看还是挺好的，然后他走出去了，画面走出去了后，他就失去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录一下他跑的样子，看一下他有多稳定。现在我们来试一下他的运动延时摄影。我们可以设置它一下每5秒，然后设置个1分钟。然后我们先设置我们的第一个从下到上，然后到上，我们开始睡。然后它镜头就会从下开始慢慢往上。这是我第一个 GoPro， 新西兰之前我就很想买 GoPro 了，然后到了新西兰之后我就更加想买，但是一直都没有买，当时好像才 GoPro 6，就2年前吧，就更新换代挺快的。现在我们一起去测试一下它的稳定性吧。像 GoPro 的话，它延时摄影就没有像大疆一样可以自己设定一个运动轨迹。
然后并且它也没有就是比如说你想就拍五分钟就是自动结束，这个就只能你自己看着屏幕啊、开始了多久然后什么时候结束。所以这一方面来说，如果要经常拍延时摄影的话，就是大疆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。Hello， 大家应该全网都没有将这两款拿来做对比。当初是因为拍的视频拍得出来太晃了，所以想要一款稳定器，而大疆这一款是性价比最高的，所以就入手了这个。而 GoPro 是因为一直想要一款运动相机，新西兰这边刚刚好看到有这个套装，而且价格也很合适，和国内差的不是太多，所以就果断入手了。在使用 GoPro 差不多一个月，而这一款大疆云台差不多使用了两周左右之后，我来简单的讲一下我自己个人的使用感受。我出门的话还是会优先选择 GoPro， 因为它真的很轻很方便，它的防抖效果也是很优秀的，画面不会像大疆一样就是在跑步状态下那个画面是那种抽搐的感觉。拍摄角度也有很多选择，线性、广角、超广角，而且这款还防水。虽然现在还没有机会录水下视频，但是我其实还蛮期待它的效果的。它缺点也是很明显的，耗电是真的太快了，感觉没拍什么就没有电了，大概就只能供你拍一个小时左右，并且在拍摄的时候不能够变焦，如果自拍的话也不能看到镜头里的自己。视频录在了它的 APP 里，需要手机连接 APP 才能进行编辑，并且有时候会死机，发热非常明显。而大疆这一款呢，它自己本身不是特别重，但是它加上手机之后就会有一定的重量，对于女生来说可能举一会儿就会觉得手有点酸，并且它的拍摄效果更依赖于你的手机的摄像头。它的上手呢其实我觉得没有 GoPro 那么快，并且不是防水的，但是它的可操作性比 GoPro 更强，智能跟随更是优秀，拍完就在手机相册里能够立马编辑你的视频，按键也是设计简洁，操作比较方便，整体运行也是很稳定的，并且旁边的 USB 接口能够边给手机充电边拍视频。接近2500毫安的电量，一般来说是一般拍摄的话也就足够了。它折叠设计呢使得它就携带也比较方便。